远警全副武装持搜索票在民宅透天厝外头埋伏，眼见时机成熟，手持警棍小跑步进门，爬上楼梯一发现嫌犯，马上大声呵斥趴下，眼看嫌犯还来不及反应已经被控制行动。而现场犹如小型兵工厂，不仅发现枪支，还有多发弹药，还有改造器具。来听一段警方说法。发现曾姓男子于屏东地区从事改造枪弹不法犯行，共计查扣非自制手枪、钢管枪、子弹、膛线刀、车床、砂轮研磨机及改造工具一批等相关赃证物。被逮的曾姓嫌犯涉嫌购买枪支零组件、车床等机械加工设备改造枪弹，为了躲避警方查缉，还在内浦乡和东港镇更换住处。警方长期布线追查，发现嫌犯住处前往内浦乡一处透天厝攻坚逮人，查获非制式手枪、钢管枪、子弹等证物。嫌犯辩称是因为兴趣才自学改枪，但不管是不是兴趣，都已经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。警方也持续追查是否有共犯，扩大防止非法枪支外流。